各位贵宾，欢迎光临。为咗你嘅舒适同安全，请将手提行李放喺座位上方嘅行李柜，同时请你注意放置妥当。如果你喺飞行途中需要使用行动电话以及其他非法宝类电子用品，在机门关闭前请先调整为飞行模式，并且关闭 WiFi 功能。同时基于安全，亦都建议你不要使用行动电源。多谢。